我不管拍什么戏，不管红不红这些东西，流量不流量，数据不数据的，就是，把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我所接到的下一个的角色当中去。包括你看到《人生如初见》就刚拍完那个电视剧，我也就是大家所谓的，我也没有去营造数据，或者是为了去维护这个数据去做这些什么事情，我依然就剃了光头，然后去拍戏去了，然后6个月就扎了那个组。所以这个东西不太影响我。我觉得当时看的剧本，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一个挑战，但我也是因为这个挑战，我才愿意选择这个项目。所以我当时觉得，在看完剧本，觉得去塑造这个的时候，可能跟我之前去单纯的塑造人不一样。塑造人，你去感受它，那它吃穿住行都是可能你平常会经历过的，但是一个动物会干什么，其实是我当时花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思考，对。